2016年2月10号，也就是大年初三的这一天。困难，甚至呢，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晕倒在厕所里面，医生呢对他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他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量的失血。失多少血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现在这个量筒里面装的是我们一个人全身的血液，大约是5000毫升。出多少血才能够出现让人晕厥的情况呢？献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次献血不会超过多少呢？对，400毫升。当急性的出血超过400毫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感觉了。所以呢，献血我们一般的不会超过400毫升。如果继续出，当我们出血超过1000毫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体征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心率、呼吸、血压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了。如果再出，现在是2000毫升，也就是说小一半血出去了，我们就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失血性休克，就有可能丧命。那么这个小伙子的失血是多少呢？2500毫升。究竟是什么让他出了这么多血？血都出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小伙子既没有外伤，也没有车祸，甚至连皮儿都没破，他这个血究竟出到什么地方去了？真的假的呀？假的，怎么？案例是真的假的呀？案例听起来好吓人啊！案例是真的，这个小伙子的确他没有伤口，但实际上他这个血啊不是出了一天，而是出了20天。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大家想想，如果我的手割破了一个小口，它流血了一点点血，我都会非常紧张，怎么可能不管？一个人出血出20多天不上医院，怎么可能呢？他的出血我想一定是慢性的，非常隐蔽的，让这小伙子认为这点出血不算是什么。这种情况在人群当中多吗？对，真的是不少见。那么这个疾病呢，在我们人群中它的发病率并不低，这个比例呢，在我们的女性可以高达67%，在男性呢可以高达53.9%。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人有这种慢性的出血，很少有人去在意它。这种慢慢的、静悄悄的、不自知的导致我们的血液流失的疾病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马上请出今天我们医生梦之队的新成员，我们要欢迎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医部主任王艳美。欢迎，欢迎王老师。阮医生讲的这个病例是您的病人的情况吗？对，是真实的。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不止一例这样的患者。现在我的病房里面还住着2位这样的患者。像这些患者如果再晚来医院一些时间，那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一开始啊都不是很重视，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多，觉得身体好嘛，所以呢就扛着。但最后很多看到脸色不行了，非常非常的苍白，手也白了，眼睛也白了。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等一下，就这个疾病是年轻人也会有的，而且年轻人比较多，而且像刚才李医生讲到那个数字，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可能会经历这种，或者正在经历这种默默的不自知的失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引起我们很多内脏的变化，像首先起变化的就是心脏。心脏，对，像我们这个小伙子呢，他的真正的病史呢已经有半年了，拍 X 光以后呢发现他的心
那我们看到现在王主任呢在切开肛门的这个部位。哦，那么这突然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局部的出血啊，可以说是这个喷血。这样的场景呢手术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个局部呢压力非常大，叫喷血，这个也就是平常患者呢出血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局部打开，把这个东西取出来，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出血的部位到底是哪。王主任从他的这个肛门的部位呢已经切除了一块组织，切出来的这块东西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直肠和肛管交界处的一段血管线组织，我们在临床上呢把它叫成肛门垫，那么现在呢我们简称叫肛垫，它是我们人体的一块生理组织。肛门这个地方它的功能是起到一个闭合的作用，长出这么一段组织来，就是辅助性闭合肛门的作用。但是它如果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导致它的肥厚移位，它就会变成前面失血很多那个小伙子的出血的元凶，那么就是从这地方出的血。这个肛垫啊在国际上啊是一个新的一个学说，现在目前呢得到国际的公认。所以刚才我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叫肛垫，在今天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还有这样一个特别的零件在身体当中。这一系列我们的节目叫医学前沿，那么前几期呢我们介绍的都是医学领域的新技术，这一期很特别，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学说，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肛垫学说。其实这个学说的提出也是在医学界引起了一场针对肛肠疾病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变革。对，嗯，以前我们就觉得肛门就是一个出口，但是看来好像是方寸之地，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与之相关，甚至这个地方不仅仅只是一个出口，它可能自身也会生病，而且有很多病是致命的。对，这个还不好说，难言之隐。对，但是今天呢，咱们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吓我一跳，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要好好的把肛门说一说。来，我们就拿这个气球来做一个演示啊。对，我们假设这是一个肛门，不太像啊，咱给它弄像了。哎，这样就很像了啊，有点像了啊。对，我们的人体的这个部位呢，就像我们攥紧的一个拳头，拳头攥紧以后，边上是不是有一些皱褶了呢？嗯，非常形象，这就跟栾医生做的这个模型是一样的啊。对对对，那就是啊，嗯，在这个皱褶的下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危机呢？看看接下来，哎，我们这上面有两个小包包，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经常会碰到的。我们可能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呢就摸到我们肛门缘，或者是在里边一点，反正手是能摸得到的。嗯，那么摸到肿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嗯，就你们别摸了，我找人摸怎么样？好，我们找一个观众上来摸一摸。哎，为什么我表情这么不自然、啊、我们现场找一位观众来摸一摸这两个包包，哪一个可能是很危险的，哪一个是相对安全的？来，你来吧。好，推荐的、嗯、这两个包包呢有一个有致命的风险，另外一个呢相对的安全。这个感觉特别硬，特别硬、哦、然后这个感觉软软的嘛，嗯，这个人的身体的部位不都是软软的吗、嗯、感觉应该硬的会有问题，硬的会有问题，软的就还好一些、啊、好，谢谢你的互动，谢谢，送给你碧生源常润茶，谢谢你，请回，谢谢。先来揭晓这个观众回答的正确还是错误。肛门周围乃至全身其他部位都可能长有这样或那样的肿物，那么究竟软的肿物还是硬的肿物可能预示恶性肿瘤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两个包，我们刚才观众已经摸出来了、嗯、一个稍微硬一点的，一个是软一点的，这个硬的肯定是有问题哈，危险性比较大。那现在呢我们来做个手术，我要把它切开，我们看看它里边到底是什么。会喷溅吗？那离远一点点、嗯、而且喷出来东西可能不太愉快。对，不太愉快。哎，从这儿出来，好了，出来了啊，天，大家流出来东西了啊。这是个白色粘稠的液体，流出来的是脓液。临床上呢经常
切这样的包。那这个包里边是什么东西呢？脓液。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肛门周围的化脓性感染性疾病，这个临床上还比较多见。老百姓说这叫火疖子。对，脓包。肛周脓肿这个病呢，我们说通过手术及时的合理的治疗，它是可以治愈的，它的危险性没有这个包大。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硬点的包再切开，把这个开开。好，这个你不用走远啊。的确切起来很麻烦，遇到这样的包，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要把它送去做进一步的化验，送去做病理，我们就能知道它是癌细胞还是正常的细胞。所以呢，比较硬的包，那我们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刚才是告诉大家，硬的就会比较危险，软的可能是脓性的一些肿物。那么除了软硬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判断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一朵菊花，找到了一个多么逼真的靠点，还是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凸起。栾医生，咱们做那个乳腺癌自查的时候，也是说有包块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触摸。大家来看这两个包块，首先它是硬的，再有看我的动作，它有没有移动？没有吧？没有。来看这个，有一个硬的东西，但是它可以比较松，看起来这个不至于那么到处乱窜。它可以跑，这样比较松，哪儿它能够动？能够动起来。这个你看，它跟底下是粘着的，一个是很硬的固定不动的，一个是基本上你看你还是可以把它揪起来，会发生一点点位移的情况。好了，我的问题来了，哪个比较危险？这个比较危险，动的还是不动的？有根儿的危险是吗？认为这个危险的请举手吧。99%不少观众。对，究竟这个包在我们的肛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现在就带大家一起进去。你自己去。李医生，我带着我，我替大家。李医生心里负担超重的。下面呢，我就替大家近距离去看一下。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肛门口附近。那么那些可能威胁我们生命的肛门周围的恶性肿瘤，就可能长在我双手可以摸到的地方。我现在左右手呢各出现了一个肿物，其中一个是一般的肛门周围的肿物，但是另一个却是可以致命的肛门周围的恶性肿瘤。怎么样区别它们呢？那我们去摸一下。哎，首先我们看我右手的这个肿物，摸起来呢手感比较软，而且很容易就被我推动了。但是我左手的这个肿物摸起来质地比较硬，很不容易被这个推动。那么这两个肿物到底哪一个是恶性肿物呢？我们先到皮肤下面去看一下。好，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皮肤下面，那我身后的红色的小球呢就是正常的组织细胞。首先我们看这个容易被推动的肿物下面的组织细胞，大家看这块组织跟周围正常的组织相比，它是变大了，因为这些组织里面充盈了一些脓液。那么这些脓液会让我们在外表去摸它的时候质地比较柔软，而且呢比较容易被推动。我们再看这个不容易被推动的肿物下面的组织。好，我们看到有很多黑色的小球在发生快速的分裂，而且呢它像长树根一样在深深地扎进皮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去推动这个肿物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儿都推动不了。显而易见，那么这个黑色的正在快速分裂的小球就是我们肛门周围恶性肿瘤的这种癌细胞。因此我们说这个不容易被推动的肿物更有可能是威胁我们生命的肛门周围的恶性肿瘤。好，谢谢李医生，这一趟真是辛苦您了。洗澡了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又硬而且又不能移动的包块就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要尽快就医了。是，局部的这种自查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要等它长那么大
我们才上医院，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嗯，我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拿的是特别大的肿物，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真正的肛门周围的这种肿块，硬的有根的不能移动的危险的恶性的，它真正应该是多大的？其实呢，我们也有很细心的患者，嗯，那么他们甚至在早期这些肿瘤多大的时候就能再来到医院来做检查呢？大家看，这是一个绿豆，这么大的肿物就引起他们的警觉，化验检查就是一个恶性的肿物，那么他发现的时候只有绿豆大小，那这样的疾病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嗯，其实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观察一下。那么讲到观察，来看这个，我们又可以看到有两个包块，哪个比较不正常？这我觉得一目了然，这也不需要大家去触摸了，一看就看得出来，一个是光滑的，一个是，哎，这个我们医学上面呢有一个形容叫菜花样。这个呢其实也是判断我们肛门周围的这种包块，嗯，是不是恶性的第三个标准，和这个肿瘤的这种契合度是越来越高。嗯，如果要符合的话，那么80%的可能性就差不多了。一个是这是摸上去光滑的，一个摸上去像菜花一样的，这个就很危险了。嗯，所以呢，肿瘤细胞它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生长非常非常的快，嗯，第二个肿瘤细胞之间的这种粘合度比较差，不像正常细胞长在一起形成一个器官，形成一个组织，肿瘤细胞长着长着它就往外发散，看上去像菜花一样的，摸上去凹凸不平的，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嗯，王主任，刚才您讲了三点，第一个标准是硬，对，第二标准呢就是不移动，比较固定，对，第三个标准呢光滑就是不光滑，不光滑的，嗯，菜花样的。那第四个标准，这儿我们有个模型，能不能告诉大家第四个标准是什么？看那个模型看出什么变化了吗？我们说这是一个肿物的包块，那么它的边缘是和周围的组织是分不清的，这也是我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良性肿物周围呢都是能分得清楚，我们按一按它的周围，分得越清楚说明这个病呢问题越不大。那么像肿瘤细胞呢，它一定是分不清的。如果这四个标准都同时满足了，那么我们基本上就能判断它是恶性肿瘤。是，所以如何判断教得非常清楚，但是您一定要有一个自查的意识，这点很重要。没错，因为咱们都说这个肛门呢是个隐私的部位，对啊，这个肯定不能让别人，那除非是医生帮你检查。但是你每天要洗澡吧，你就可以在洗的过程当中自己摸一下，其实很简单，但是看比较困难，看不到。就包括像刚才我们说有没有凸起啊，有没有肿物啊，这个看，我觉得只有两口子之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就真正方便的话，想来问一下专业的医生有没有什么神器。今天呢，我们在这地方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自眼睛去观察到我的肛门周围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病变。那么这个自查神器是什么？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摸，也不需要这镜子，那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在场的人人都有，我这地方就有一个，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手机。王主任的意思，这个手机就是我们自查肛门隐私处的神器。我想说，王主任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来自拍吗？这个自拍的内容无法与他人分享，但是可以给医生一个很好的参考。我们说王主任非常不容易，除了刚才我们看到在临床工作当中一定要接触这些，还有一个不容易就是王主任的手机里啊，就都存着病人的图片。对，他们说我这手机丢了都没人要着，再给我送回来，说这是王医生的手机。为什么呢？一定送给肛肠科的医生，这是。所以今天不要我推荐，我们很多的患者都知道，当然我们通过这节目呢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学会这样一个习惯，学会这样一个方法，拍一张。嗯，我顺便问一下王医生，你的患者都是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个照片发给你？微信、微博。微博。不要。的确是私信，我是不能把这些照片往网上发，我要网上发的话粉丝就掉没了。王主任微博的账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微博王艳美医生。给王医生鼓鼓掌，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又要出临床，然后还要在这个微博微信一些公众平台上做科普，而且又是大家
这么平时尴尬于提及的一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言归正传，就是当我们大家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神器拍一下，我们完成望诊的部分。所以我们提了这么多了，去判断这个肿物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些知识点之外呢，还要告诉大家，我们一直是在大医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要预防为主。所以生活当中哪些我们的行为会导致我们的肛门生病呢？大家注意看，这边是一个生活区，大家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我觉得看起来很正常。对，但是呢，如果我用我的这个扫描仪扫一下，你可能就看出这个不正常的东西隐藏在什么地方了。好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仪器有了发现了。当我们扫描到内裤的时候呢，是报警了。我们讲到的是肛门周围的恶性的肿物的产生，那么跟内裤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内裤其实它是肛门周围很多疾病的感染的元凶。我们以前讲妇科疾病的时候倒是挑选过内裤。有一种病毒叫 HPV，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很熟悉。对，这是女性宫颈癌感染的主要的病因。人乳头瘤病毒。人乳头瘤。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呢，跟我们每年55万例的新发肿瘤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过去我们认为它是宫颈癌的一个致病因素。是的。那今天王主任又跟我们讲哈，它还是我们肛门的附近的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对，肛门周围，那么很多的包括很多的这种凸起的这种肿物都是和它有关系的。就是肛门周围的一些恶性的肿瘤很有可能都跟这个 HPV 相关，所以以后再提到 HPV 不是女性的专利了，是男人女人都要关注这个问题。对，我们说 HPV 呢，它是可以通过这种内裤的接触传染。其实呢，我们说谈到内裤啊，它的材质它的款式跟很多这种肛周疾病有关系，穿错了内裤，肛门周围这些疾病就不远了。下面这个内容大家都要认真的听好，就是贴近我们身体的这个小小的衣物，它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来看这边三款，大家觉得哪一款会比较健康，而哪一款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呢？我看这都是女士内裤，我来吧。其实看到这个三款内裤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款式，这种款式全是蕾丝的，而且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非常紧，非常紧。为了包裹效果更好，或者看起来女孩觉得身材更好，会选择很紧的这样的款式。咱们先来分析这个好了。这款内裤啊，其实它穿到模特身上，那么已经很紧了。穿到人身上呢，就可想而知了。好像我们的形体上是可能是保持的漂亮一点，但是对局部的这种疾病的抵抗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呢？第一类我们说它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二这种材质呢，它的弹性比较差，吸水性比较差，都是对局部不利的一个因素。是，我有一个额外补充的问题，就是钉子裤。缺点要更多。钉子裤的缺点更多。对，我们的衣服呢和我们的体表贴的时候呢，如果接触面呢越广的话呢，它的压力可能会越小，如果接触面越小的话呢，它就压力会越大，本身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就不好。如果我们再用这样的一个牢牢的一个绳子勒在上面以后呢，血液循环就会很差很差，所以呢时间长了很快这种疾病就会造成。所以在这我们也是提示大家，算是温馨提示，我们女孩子在选择内裤的时候真的要多动脑筋，多想一想。来看这款，这是一个三角裤，但是它的材质我觉得是有弹力的，但它不是纯棉的。我们讲它的这个透气性就比较差了，这个局部呢它有些很多分泌物它要往外散发，那么这种透气性一差以后呢，这种出不去，它就会在局部呢造成这种疾病的滋生。那来看这个纯棉的四角裤，这个呢要好得多。和这两款比较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这种棉质的弹力比较好的，稍微宽松一点的呢。
因为这个疾病去世的。当时就是刚起来很小的包块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儿。等他慢慢长大了以后，这个肿块越来越大，就出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几个标准的时候，我当时一听这个以后，我就知道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最后诊断是肛门周围的恶性黑色素瘤，没有能够挽回老人家的性命。像肛门周围这样恶性黑色素瘤这种病，我们临床上也经常碰到。之前我们提这个黑素瘤的时候是说脚上会长，然后什么指甲什么边缘可能会有这样的黑素瘤。对，肛门也是它一个好发的区域。恶性黑色素瘤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痣，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痣，但是这些痣的变化我们却没有引起注意。早期如果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话，就有可能避免灾难性的一个后果。许多人身上都有黑痣，有些黑痣只是普通良性的痣，而有些却是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哪些黑痣有癌变风险呢？现在我们用这个圆盘呢来模拟我们的皮肤，我们在它的中央部分给它画上一颗痣。好，现在已经有一颗黑色的痣出现在这个皮肤的中央。大家注意，我给它加一滴水，会发生什么变化？再加一滴，再加一滴。大家发现这个黑色的区域明显的扩大了，变得不均匀了。那么这就是痣发生恶变的一个早期的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讲痣的颜色，不管它原来是什么颜色，如果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变得杂乱，夹杂了杂色，而且扩大了，出现了这种晕的情况，就说明它有恶变的可能了。嗯，我们要定期的用自拍神器去记录一下它的改变。那当然了，颜色的改变还有它状态的改变，这些我们也结合一个道具，请李医生还有王医生再给我们讲一讲。好，那么我们看呢，这同样是模拟我们的肛门，那显然呢在这个肛门上面呢有几个痣。那刚才栾主任介绍了哈，它颜色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提示可能是它癌变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面积大小的短时间内的变化也提示是出现癌变的可能了。那么大小呢，一般来说呢我们以6毫米为界，如果这个痣的直径是在6毫米以内，说明它这种癌变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它变大了，简单的看呢，就是我们一个铅笔直径就是6毫米啊，如果一个铅笔头能盖住的这个痣的大小，它就是在6毫米以内。嗯，如果铅笔头盖不住了，它就在6毫米以外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外观，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完全是一种失控的增长，所以它的外观它的边界不清晰不规整，这也是它的一个从外形上恶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还有在一个痣的四周出现了很多小痣，看我们叫卫星痣，这个也提示恶性的一个改变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提示这个痣可能已经发生了恶变。嗯，除了通过手机肿瘤，接下来大医生带领大家一起发现肛肠疾病的蛛丝马迹。不过讲到这儿，我突然觉得今天主持节目特别轻松。哎，今天特别舒服是吧？对呀，一点都不累。你现在是坐在王医生送给我们的礼物上面呢。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坐着，所以相对会稍微舒服一点。都是站着在主持节目，终于有个环节可以坐下来了。这个椅子好特别啊，王主任啊，我老是忍不住有一些条件反射，怎么办呢？厕所其实也能帮助我们判断很多这种肛肠的疾病。嗯，像我们前面讲到摸，讲到了看，对，那么还要借助这种厕所来判断。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大夫，嗯，那么他就是因为在厕所里面留意到他身体的一个细小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查出了早期的直肠癌。嗯，那么经过手术以后，现在5年过去了，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嗯，还坚持在一线
为其他的患者解除疾苦。嗯，就是发现的及时呗。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是上厕所之后，嗯，多看了一眼。对，千金难买回头一看。回头一看，就是说白了要观察一下排泄物嘛。是，不要马上就逃离。我们排完以后，他很快就逃离厕所，其实这个习惯也不好的，这是。肛门这些疾病呢，它如果出现以后，它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这些信息我们就需要在马桶里面发现。你看，李医生和栾医生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回头一看，我们也来个回头一看啊。李医生先看吧。李医生回头。看什么呀？看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对。对，我看了一眼了，观众看不见，我吸出一点来，好给大家看一下。取了一点这个马桶当中的液体。哎，这个液体呢是无色透明的。对，基本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是的。栾医生可就不一样了。你怎么说的好像我这有问题似的。哎呀，还真是有问题。哎，那这李医生的有问题还是我这有问题？哎，来，王主任，让王主任断一断。对对对，让我来裁判吗？哎，对对对，交给您了。栾医生和李医生呢，大家看，可能觉得这个有问题，这个就没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红色嘛就是有出血了，所以这个出血呢肯定是有问题啊。但是呢出这种鲜红的血，我们说它问题呢有，但是呢它不一定非常非常的严重。嗯，这个透明的这个水也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不一定没问题是吧？李医生的问题可能比栾医生的还要严重。还要严重。我说这个透明的我们也不能忽视，所以呢还要看我们的粪便情况。看看我的有没有问题啊。王主任，你这是要看大便吗？好直接的问题啊，李医生。不光要看大便，还要怎样？对，我们可能还要做进一步的解剖，是不是？我们先上点口罩。我们把它打开了啊。哎，哇，我这里边也是像李医生一样是透明的。哎，那捞出来吧。捞出来。长得还不错。长得不错，有鼻子有眼儿的，很正常的粪便。我给它转一个个，大家来看一看，看到什么了？大家确实看到有这个血液的痕迹，模拟血液的痕迹。王主任，你这个不但有红颜色，还有一个被刮一道的这么一个裂隙，有划痕或者说有沟槽。我们以前有讲过，当我们看到这个粪便的样子被改变了，它不是一个光滑的香蕉状便，对吧？有一点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什么？有划痕，有血液染。那么为什么我们厕所水是透明的呢？就是说明这个血它有它的特点，它的粘性比较强，沾一些粘液，沾一些粪便混合起来，裹在粪便的表面，这种血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说第一，它不容易被发现，第二，说明我们的肠腔已经有一些组织在腐烂了，跟着血液混合在一起，裹到大便的表面，所以这种粪便是最危险的。就是因为这个大便上不但有血迹，还有一些粘液，把这些血迹呢就粘在了大便上，因此呢大便桶里面的水呢是透亮 的，并没有显示出像栾主任那样的血色的水，是这意思。是，所以这也是直肠癌的一个特点。对，直肠癌早期的症状呢很少很少，但是呢最有诊断价值的就是这个出血，尤其是像这样特点的出血，很多我们临床上的直肠癌就是靠观察这个被早期查出来的。所以多看这眼多有必要啊。对，其实还有一点，还看什么？我们从另外一点上也可以发现蛛丝马迹。哪儿？我们身后的这个直篓里面，发现这个里边，我这个就有问题。哎，看看这什么情况。对，我们说除了看厕所以外呢，还有一个机会就看直篓里边的这个卫生纸，它染血情况肯定有问题啊。这说这肯定有问题。不过李医生的有没有问题？李医生，你看你那有没有问题？
我们说看马桶里的水，然后看粪便，然后还要看纸篓。哎呀，这两个颜色还有它的一些产杂物，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说这个呢基本上是肛门口的，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痔疮的出血、这个呢、极有可能就是直肠癌的出血。当然除了直肠癌出血以外，癌前病变，我们说它这种出血一定是危险的，不是肿瘤，那么也是一些癌前的病变。栾医生，这个会相对好一点，痔疮的问题就会相对好一点，但如果是一个肿瘤的问题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更害怕一些。所以很多人会说，我观察到粪便上的这个血液是鲜红鲜红的，甚至是滴答滴答都能看得到那个痕迹，那反倒可能会相对安心一点，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是看到这个粪便当中的血液深色的，甚至很多是黑色的，那么可能提示恶性肿瘤的这个概率就比较高了。对，其实呢更明确的来判断这种良性和恶性的这种疾病的出血、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参考点，像这个年龄的因素，年龄，哎，肿瘤虽然现在我们国家年轻人呢也有发作，但是呢大部分还是偏重于老年人。那么痔疮呢，它是各个年龄段有。还有一个呢，我们说这种出血我们还要判断它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像痔疮的出血，它基本上是有一定的周期，有可能三五天，有可能十来天，然后呢就歇一段时间，可能歇半年一年，然后再出现。但是如果肿瘤或者是癌前病变的出血，它一定是一个持续性的、缓慢的、连续的一个过程。对于肛肠疾病，直肠癌和痔疮的出血症状非常相像，所以及时的治疗痔疮非常关键。但是痔疮这么普遍，今天刚好王主任也来了，有没有什么缓解痔疮不适的那些小办法也可以教给大家？我今天来了其实还是带一些秘方来给大家、我们教给大家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那么在家呢就能很快的把一些症状控制住，能把病情给缓解下来。是的，那么哪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下痔疮的烦恼呢？痔疮不适的小妙招，也是今天王主任给大家分享的很多观众会在电视机前面等着记的一个好办法，是什么呢？痔疮一般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发作起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第一个症状就是什么呢？疼。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教给大家怎么来止疼，这个疼痛发生以后我们怎么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能迅速缓解大家的这种疼痛。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看到这边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盆，我们大家一看这个盆呢，我们就知道这么大的盆肯定不是用来洗脸的。啊，我知道了，坐浴。对啊，这个妙招呢就是坐浴，怎么来让它快速的通过坐浴的这种方式来缓解呢？需要用到祖国医学了。对，我们今天呢告诉大家三个家里面都非常容易取的材料，是每天用这样的一个小妙方就可以了。这个是明矾，就是我们家里面发馒头都要用得到的东西。几勺？两勺就可以了。还是取决于面积。一般的两勺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人有高啊，但是这个局部大小没有太大的差不多是吧？哦，对，好，两勺。两勺。一勺。对。两勺。对。然后第二个材料就是这个盐吗？对，盐也是两勺。一勺啊，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用这两样东西呢？明矾呢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解毒和收敛的作用。痔疮它一定是肿起来才痛的，它不肿起来它是不会痛的。所以呢明矾就具有消肿的作用。盐医学上叫高渗的物质，那么通过这种水的浸泡呢可以吸收我们组织里边的水分，能迅速的消肿。这两样东西放到盆里面呢，我们要先加入开水给它融化。那么放多少呢？一般呢放这样的盆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就是我们坐下去能接触到我们的这个有病的部位就可以了，不用特别深，是不是？对对对对，这个两样物质呢就很容易的融化，融化完了这个温度也下来了。我们要添加第三样东西，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醋呢？对，白醋。
20毫升，哎，差不多。白醋的作用是什么呢？杀菌。杀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化瘀。我们说痔疮的肿痛一定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淤血水肿导致这种各种肛肠疾病的发生。嗯，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就用白醋加到小配方里面，就容易把这个淤血呢能起缓解它的作用。嗯，等这个水温了，大家记住不要烫，不要熏，不要蒸。有一些患者是不对的，就在家用开水熏，坐上面先熏后泡，不要熏，越熏痔疮它水肿会加重，哦，渗出会加重，不能太热。对，所以呢，等它温了以后，我们手放进去不烫，然后坐进去泡，泡多久呢？一般泡5分钟就可以了。嗯，也不要泡时间太长。我们有的患者觉得泡时间越长，这个药作用不是更好吗？也不对，我们说如果这样的盆我们蹲在里边太久了，10分钟20分钟就跟那个久蹲厕所是一样的，也会加重痔疮。所以呢，我们在里面泡个5分钟一般就可以了。嗯，好的，这是坐浴的方式，这是我们说外用的方式。如果讲到中医的话，那一定是内服外用结合起来。内服要喝什么呢？就是那杯茶。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方子把疼痛解决了以后，那么痔疮问题就是不是解决了呢？还没有。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痔疮的出血对人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嗯，那么现在我们要教给大家一个止血的方法。是，我们看到我们用的透明的杯子里可以看到用到的都是花药，然后这边呢是相应的药材。这个泡茶喝的人都知道，这是西洋参的那个小小的切片，我们泡茶可以用到。然后这边是菊花，我们要是用这种野菊花是最好的。痔疮它一般出血它都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和炎症，通过这种野菊花的作用呢，它有一部分的一定的消炎作用。但是这个野菊花呢不要放太多了，菊花呢大概放不要超过这个10朵花就可以了。嗯，但是讲到这个花我就真的不认识了，这个白色的是茉莉花吗？不是，肯定不是茉莉花，这个是槐花。这个小的时候，北京啊，大院里边有很多槐树，哦，我们会揪着那个槐树撸了这个花吃，是甜的。这个是饮片，用来泡茶用的。关于这个槐花呢，大家对它的研究，嗯，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就是芦丁。这个芦丁呢，对心血管系统的病人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呢，这个芦丁呢，它可以改善这个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对心血管病人呢是有保健作用的。槐花呢是治疗痔疮出血的非常有用的，它也是中药，也是食材。槐花呢就是鲜槐花，它可以炒着吃。那么干槐花呢，它有药用的价值。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它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刚才说了，菊花是10朵，我们是说针对这一杯10朵就可以了。那么槐花呢？槐花呢量要比它大一点，一般呢是20朵差不多就可以了。20朵，西洋参呢？西洋参片每杯呢大概有个10片左右就差不多了。10片，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跟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一块互动起来，来了解一下刚才讲到的这个小的茶饮方。今天是专门针对肛门来讲一堂课。刚才我们听到说长包异常的凸起，以及会出血，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什么样的一些讯息会提示我们这个肛门以及其周围要出现一些变化了呢？还有一个症状啊，非常令人的苦恼。我门诊的病人啊，20%的因为这样的症状，这样的痛苦才走进了我们的诊室来求助我。他非常让我们感到很头痛啊。这样的患者经常有的时候夜里面他睡不着觉，往往刚刚你要睡着的时候他就找上门来了。那所以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呢？其实有一首歌特别的贴切，我们来竖起耳朵听一听。越痒越骚越痒这已经很形象了。是啊，肛门周围的这种痒，痒呢，为什么这地方会发生这种顽固性的这种瘙痒呢？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毛发，有很多的腺体，这种腺体呢，包括汗腺、皮脂腺，经常会分泌一些液体。那么同时呢，还是我们肠道排泄物经过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局部的清洁卫生，那么就在局部呢形成这种慢性炎症的感染，导致这种局部皮肤的这种脆性增加，慢性炎症，时间长了呢，就导致这种瘙痒。那出现这样的痒，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坐浴，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这个秘方呢，有6味中药组成的，大家记下来以后，需要到医院或者是到药房去抓。第一个，马齿苋。
马齿苋就是我们平常是可以吃的那种拌凉菜的、啊、对，拌凉菜的马齿苋、嗯、我们要用30克。还有一个呢，苦参要用30克。第三个呢就是荆芥30克。第四个药呢叫蝉蜕，还有一个水里面的浮萍、嗯、啊，蝉蜕10克，浮萍10克。还有一种呢，家里面有的时候用到的这东西，芒硝也是10克，我们把它熬成水，然后坐浴，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止痒作用。一般呢，坐浴2次就可以了。嗯，明白了，就不是简单的拿水给它冲开了，是要煮水来坐浴。嗯、好，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一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有没有更简便的？我们还有一个临时的呢，在就地取材的一个简便的方法，大家看，好香啊，这是花椒粒、嗯、花椒粒，家家都有啊，花椒粒。那么我们大概每次用这么多的花椒粒，我数了数大概40-50粒，嗯，用开水把它泡一泡，然后坐里边，这个呢可以稍微多坐一会儿，泡10分钟，这样的话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止痒作用。是的，讲到这个瘙痒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包括其实预防这个瘙痒，其中有一个步骤非常的简单，可能只需一步就不会造成那么多细菌的感染，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看北京卫视由碧生源长润茶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医生》，碧生源长润茶，快给你的肠子洗洗澡吧！感谢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锦富康药业的大力支持，早晚2包锦富康，颈椎越来越健康。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是大医生》官方唯一授权同名图书《我是大医生》，医生不说你不懂，在2016年1月份已经面世了，请大家呢去各大书城以及网上书城购买，同时呢，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获得更多详细的知识。痒的问题刚才说了，是主要是细菌滋生造成的。那么如何来预防这种痒出现，其实日常的清洁跟保养是特别重要的。患者呢，他们出现了痒以后啊，他们可能第一能用是开水烫，那有些患者呢，他不用开水烫，但是他喜欢去挠。那么假如这是肛门缘，我们擦一下啊，我们用力的擦。嗯，这就是模仿我们用手去挠的结果。挠了以后呢，我们说第一呢，它把表皮的保护我们皮肤的一层油脂给它挠掉了。第二个呢，就是造成我们局部皮肤的一个破损。破损了以后啊，它就会分泌一些液体啊，就像这样的分泌一些液体。肛门周围本身就细菌很多了。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表面的保护膜挠掉了，皮肤也出现了破损。这个时候细菌就在这地方滋生，引起这种局部的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对局部皮肤来说又加重它的损伤、嗯、又会反而会加重它的这种瘙痒的症状。是，抓挠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正确的清洁方式又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那我用纸，或者说我用水，就是我们平常每天我们上厕所以后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清洁的工作，我还是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便后冲洗这样的一个习惯，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啊、就以前我们好像说过一次，就是说如果家中有条件的话，可以装一个自动清洁的那种马桶圈，大便还是小便都用水去清洁一下，这样来的是最卫生的。对，我们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喜欢坐盆儿，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流动水去冲洗，这样用温水去冲洗，这样的习惯是非常好的。粪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毒素，排完了以后如果我们用手指去擦，有的时候粪便可能还会沾一些在肛门周围，我们擦的时候就把这些细菌呢涂抹到肛周了，所以这样呢反而会造成它局部的这种细菌感染的机会。那么如果冲洗的话呢，就能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去买那个就是用那种有条件的话、啊、对，有条件一定要这样。是，但如果没有的话、嗯、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在外面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纸去擦拭。嗯，像您刚才说到的，如果是这个纸擦拭不当的话，还会造成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甚至会引发很多问题。用纸擦呢也有技巧，也有技巧。对，我们有些患者呢喜欢干净，那么说用这个湿纸巾去擦好不好？有这样的现在？对，湿纸巾擦其实不好。湿纸巾呢里面它其实有很多刺激我们皮肤的这种成分，擦完了以后反而也会造成这种瘙痒。其实呢我们就用一些比较柔软的卫生纸就可以了。那样的环状的涂抹也好，或者擦拭也好，很有可能还会把一些细菌从这儿带到那儿，会更麻烦一些。当然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流水去清洁。那么讲到这个肛门以及肛周疾病，另外一个诱因它也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
一个问题，说不定正在看节目的我们的观众当中有很多人就备受其苦。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么一个状况，对，而且呢它还是我们肛门健康的头号杀手。是的，它跟很多恶性肿瘤的发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非常非常常见的便秘。对便秘一定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呢？慢病思维，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要长期用药，合理用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这样呢才能有往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把这个药断掉，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就对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自己的经验，认为有一些食物啊或者是别的一些方法呀可以缓解便秘，那么到底这些都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的导演去拍了我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找找看看里面有没有错呢。谢谢。那我现在带您去食堂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食堂。下午5:30，月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前往食堂用餐。在晚餐中，月月点的菜为辣椒孜然牛肉、辣椒炒豆泡和虎皮蛋，主食为米饭，餐后水果是橘子。可就是这一餐看似平常的晚餐中，却存在着一个可以导致便秘问题的错误。各位观众，您发现了吗？有什么问题？结束之后去吃晚餐，点了很丰富的菜，但是我比较爱吃辣的，所以会辣的菜比较多。吃完之后呢，我要吃个水果，都说水果可以润肠通便，有什么错呢？晚饭吃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吃一些太过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说的有吃到太辣，我觉得对于咱们的一些肠胃啊什么的肠道都不是特别好。而且晚饭的话尽量不要吃的太丰盛，如果吃的太丰盛的话，我觉得会也是对肠胃造成一些不适的感觉，会经常有。你是说月月第一吃的太辣，对，第二吃的太多是吧？对对。来，我们送给你一份礼物，碧生源肠润茶送给你，谢谢。谢谢。其实月月饭后吃水果到底有没有错呢？其实这个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吃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说人这个食物进到胃里边，它要经过1到2小时的消化和排空，那么这个时候刚刚吃进去食物，马上就去吃大量的水果，那么它就会被没有消化的食物呢阻挡在胃里边，延缓对它的吸收，时间长了以后呢，其实它还可以造成胃功能的下降和消化不良。所以我说尤其是老年人，他本来这种胃肠功能就弱，蠕动就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长期那么一定会造成它这种便秘的加重和胃肠功能的下降。明白了。更多的营养学家现在是建议我们餐前吃水果，这个餐前呢果糖很容易被吸收，很容易呢让我们的血糖在短期内有一个小的升高，这种升高呢使我们的大脑啊减少对胃的这种空虚感，很容易就感觉到有点饱了，有点饱了，这样的话你就会吃得更少了。明白了，就水果应该往前提。其实呢我们说吃水果呢还有很多的讲究，我有一个患者呢他就误食了我们这其中呢有一种水果，那么结果呢引起了便秘，加重了痔疮，然后来就医的啊。今天我们在生活区呢准备了很多的水果，我们现场找一位观众来挑挑看，什么样的水果有可能会引发便秘的出现，最终导致其他的疾病的产生，哪位观众来选一下呢？来，我们有请那位观众来挑一下，这边有很多，您把您认为可能有问题的水果拿过来，您认为有可能会导致便秘的。我挑这个桂圆吧。挑桂圆。对。好，谢谢，非常同意你的观点，送给你碧生源肠润茶一份，谢谢你，谢谢。我的理解是，女性来说，什么时候吃桂圆呢？就是比如说桂圆红枣茶，就是当我们需要一些热的东西来补充一下我们身体的阳气的时候，会选到桂圆。对，其实我们现在观众的水平还是很高啊。桂圆呢，的确吃了以后呢，不光不通便，而且能加重便秘，因为它这种热性水果含糖量很高，尤其对老年便秘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避免。
但刚才我可没有吃桂圆，我刚才吃的是橘子。橘子其实呢也可以导致便秘，它跟它的作用其实是差不多的。连个食物呢，我们对这个苹果我们还是比较推崇的，就是如果你要有便秘的话呢，苹果连皮带肉一起吃，因为皮和肉呢里面它含的这种两种膳食纤维是不一样的，皮里面含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比较多，苹果肉里面含的一些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这两种纤维搭配起来通便效果会加强。哎，王医生，我看还有一个盒子，那是什么水果？你也是你带来的吗？对，那个盒子里面有一样东西呢，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来给大家揭示一下。我跟栾医生来做。那么这模拟的是我们的肠道和排泄出来的这个部位哈，这里边呢有两个不同形状的很干的东西，我想呢应该是我们的大便，这我们一使劲儿哈，这很干的大便出不来。对，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秘的液体倒进去，那你再别扭，他这能出去了，那为什么李医生那个能出去呢？那我这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神秘。一个这个通便的效果已经实现了，就是加入了一个神秘的液体，所以。对，我给大家揭示一下吧。哎，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箱子打开，我们看看这里边的神秘的液体呢，这是一个杯子，杯子里边呢就是一杯我们普通的白水。哦，多喝水。对，这个水啊单纯喝下去它也没有多大通便作用，因为我们前面刚才讲的吃水果膳食纤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水和膳食纤维这两种物质在通便的时候缺一不可，因为膳食纤维它是不消化的，进入到大肠里面它可以吸收水分，我们说膳食纤维是肠道保水的物质，但是如果你不喝水，这水它的没有来源，那么膳食纤维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今天王主任来了，你就跟我说水加上苹果，我觉得还不满足。因为我们想知道，像祖国医学有很多的这个代茶饮的小方子，很多就是针对便秘的问题，今天王主任得给我们贡献一个。对，其实呢我们刚才讲膳食纤维加水，那么只是对一些普通的比较轻微的便秘呢，那会产生一些预防和治疗作用，但是如果真正的便秘严重的话，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再推荐一个秘方，对尤其是老年人的便秘，那么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中药里面呢有三味成分组成的，第一个呢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山药。对，这个山药呢除了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外呢，山药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就是维生素 B1， 这个维生素 B1 呢对缓解便秘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对，因为缺少了维生素 B1 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蠕动功能，它肠蠕动变慢，消化腺的分泌也减少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排便功能，引起便秘。而且膳食纤维也很丰富啊，这个山药，所以平时我们会建议大家，尤其是有这个便秘问题的人，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点山药。是，其实单独它来就是炒菜吃已经很好了，但看来我们要加药，加强版。对，加强版。我们第二个成分呢就是这个药，是中药里面非常常用的白术。白术呢过去其实它是一个健脾的药，那么为什么能通便呢？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主之。这个白术呢在里面就起一个通便的作用，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呢，这个白术我们要用生的白术，因为中药它一般都是有两种泡制方法，一种是生的，一种是熟的，那么白术呢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用生白术。第二个呢量要加大
啊，一般的参考用量是30克一次到90克。那么还有第三种药，这个是什么呢？沙参。这个沙参呢，它有滋阴润肠的作用，同时呢，它能缓解我们说白术跟山药的这种燥性，起到一个相辅相克的一个作用。在一起呢熬制以后，它有非常好的一个通便的作用。嗯，熬多长时间，怎么来喝呢？这个很简单，第一步我们要简单用水呢，就跟洗茶一样简单洗一遍。嗯，洗完了以后呢，放到锅里边煮开了以后，然后用小火熬制半个小时，然后把这个药倒出来，分成两次，上下午两次。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我是大医生。在这儿呢要发布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预告，就是我是大医生呢要开展走进社区的活动了。4月份开始，首站是北京，之后呢会去到广东啊、上海啊、杭州啊很多的地方进行健康巡讲。那详情呢欢迎大家关注我是大医生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大医生，打造前沿医学系列，最新医学研究预知致命疾病。现在我们就有手段来进行预防，可以避免猝死，也就是预防猝死。胸腺出血管，探秘生死之门，看透你的 DNA， 神奇保命元素，消失的软骨，前沿医学观念颠覆你的健康常识。好可怕！哇，今天呢，我们要在大医生的现场。